从古至今，婆媳问题便一直不停地在每个家庭中演绎轮回，其中难以想象的恩怨纠葛更始终是大家关切的焦点。婆媳之间的微妙关系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怪诞难题，婆媳之间的冲突也几乎是每个家庭难念的那本经。如何念好它，端看个人的造化，处理得好，家和万事兴；处理不好，全家不安宁。好比我们今天故事中的主角阿宝仪，她早年丧夫，一个女人独自撑起丈夫留下来的木材行，并且倾尽所有的爱照顾独子万福，母子感情异乎常人。万福30岁时，阿宝仪在家族一脉单传的压力下，帮万福娶进了一房媳妇陈秀秀。只是这个天真的小媳妇，怎么也没想到，隐藏在婚姻背后的婆媳问题，从她踏进郑家家门的那刻起，已正式点燃。阿母，阿母啊，囡仔真忝吼，较早困嘞。袂啦，阿母啊，你应该比我较忝啊，你嘛较早休困嘞啦。阿母知。较贵。我问你嘞，你逐个月啥物时阵来洗？你讲啥？我问你什么日子，迄红的来啦？阿母，你问这是要创啥啦？当然是为着阮丁家要传宗接代的代志，我爱清楚啊。就算讲会关系到传宗接代，这种代志嘛免讲了遮明啊。你给我点去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嫁来阮丁家，敢那有一个任务啦，就是替阮丁家传宗接代啦。出来的代志吼。你都唔免插伤济啊！我，你是听无呀？听有啦。什么日子？大概月7号左右啦。7。自即阵开始啊，你逐个月哦，你爱甲我照这月日的周期表。所以吼，逐个月最后4天啊，恁才用爱甲这门关起来，两阿母去行房。平常时啊日子，房间门都爱甲我拍开，万好啊，唔则袂去吵闹过度。啊，这锁吼，我已经叫拍锁的来安好势啊。我即马吼，就甲锁起来。平常时吼，恁就甲门拍开，安尼咧闭，安尼盖好便便。是你讲唔对，还是我听唔对啊？我头一摆听人讲，行房爱照表行的，啊，毋是变态讲。放肆！什么叫做变态？你这敢是甲是大人讲话的态度？哼，无水准。他孙男毋是三伯。硬逼万福讲这层亲情，为着要传宗接代，我才袂答应让你入门啦。反正吼，阮母仔囝日子过了就好势好势，但即摆就无法度啊啦，加你这外人入来啦。所以讲，你都要乖乖甲我听话，莫搁伫遐硬吹硬挤，无大无细啦。我安尼哪有算无大无细啦？是你家己的规定伤过奇怪啊！万福，你讲看卖嘛，阿母安尼做是不是有较超过？袂啦，哎呦，这种代志哦，讲一摆就好啊，卖你讲啦。有听到无啦？连万福一个查甫囡仔，拢会知影歹势啊！啊，你一个查囡仔人，煞唔知影见笑。啊，为着这间房的代志，一直咧甲人吵吵闹闹，侥幸哦。
我哪会知影吼？你这么还袂见笑，我都袂答应三伯啊，带你入门啦。好啊啦，阿母啊，你莫去讲啊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就较早睏的啦，明仔载落来去上班咯。好啦，阿母我知影啦，你嘛较早休睏的啦。好啦，进去啦。好啦，睏下啦。等你啦。啊？哎呦，啊，佫有甚物代志啦？我问你咧，拄只阿母安尼讲，你敢讲拢无意见？哎，伊叫咱两个睏的时阵，门爱拍开呢，你袂感觉讲安尼足无尊重咱两个人的？袂啦，自细汉哦到大汉，拢是阿母教我安怎做啊。哎，非得阿母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道理啦。以后你就知影啦。好啦好啦，睏下睏下啦。妈妈。啊？恁家敢有大家体征啊？有啊，你要创啥？我叫你去行，你就去行啦。去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把门关起来，我已经足生气的啦！你是怎么进去啦？来啊！阿婆，干啥？我操！讲两日，是谁叫你把这客人整掉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昨天我带他死的。哎呦！我是感觉讲，我阿婆房间内底的代志是阮家己的代志啊，啊，即马万芳已经结婚啊，甲较早已经无同款啊啦，我嘛需要有私人的空间啊。我是认为讲做事大人的无应该管那济啦。啊，够了呀！哎呦，阿母啊！我真正是目睭花目白，唔捌看过你这么白目新妇呢。你这入门头一天，都无把我这大家囥在眼内，你是想要变老头去顶去哦？阿母啊，你慢慢讲到这。这无你的代志，去洗手面，吃早顿哈。不过，你甲笑笑。去啦！你不是真好应对，啊那唔讲话啊？哦，佫甲我猜呢，目睭大蕊哦。但是是，卡林来，你才加入来第二天尔，袂用失礼。不管这个大家有外口嫌，你都一定要做好一个好媳妇的本分。哼，我唔管你心肝内到底是想啥，啊唔过我甲你讲最后一遍。你上好认清楚你伫这间厝的地位。你除了替阮爹家生后生以外，其他拢免小心。有听到无？我伫讲话，你是有听到无？听到啦。哼！若准安尼，我就放你煞。咱来试看卖。强势的阿宝姨果然言出必行，根本不给媳妇秀秀喘息的空间。当天晚上，她就刻意找秀秀的晦气来了。阿母，阿母，你这些做啥？我跟他办好这个好新娘啦。我惊的吼，万好让你吵死啦！我袂放心的啦，闪到边仔啦！阿母啊，你安尼……哎呦，阿母真久无陪你睏啊，乖，紧倒落，阿母唱歌给你听，哈！我……哎呦，倒落倒落啦，来，等下，紧倒落啦，阿母唱歌给你听啦，哈！哎，闪啦！哎呦，哎呦！
这一晚对秀秀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她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丈夫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如此诡异。十分不解的她花了好几天观察，才赫然发现这对母子的相处竟是如此黏腻不正常。看着木讷闭塞又缺乏情趣的万福，秀秀真替自己的丈夫悲哀，更反感婆婆将儿子据为己有的变态行为。为了万福，也为了自己往后的幸福，秀秀决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彻底改造万福，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男人。而想要变心，就要从外表先变起。哦、我不敢了，我不想跳了。不要紧啦，就青菜跳就好啊。来，进来。买了买了。来啦。哎呦，买了。进来啦。来，买了买了。再来这边跳啊。我真的不敢了，不想跳了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我教你。来，来，手来摇过来。来嘞，啊，头埋底，头埋底哟，哈，来。也管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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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我也蛮惊喜了，安尼我看无啦，看无上好啦，这大家这么怂，跟你无输配啦，等下出去哦，去给配一副新的，来，新的啊，你看，人拢安尼啊，哦哦哦，听啊听，哎呀，今天真的算到很高兴的呢，哦，我真的不知道舞跳来得这么好算的。以前一定没人带你去算过，对吧？对啊，我读专科的时候啊，都也跟同学四个去佚佗呢，啊，连工哦，我又带你啊，哎，这小查某你是不爱命的阿母，哎，歹势哦，我坐啦，哦，无理啊，阿母啊，这么晚嘛，你哪一个人走在门口啦？你要晚回来哪，甲阿母讲一声，啊，穿甲你不三不四。啊！我头上生安尼是生什么体统啦？阿母啊，我是跟秀秀出去佚佗，未过时间回来啊啦。又讲是你，我就知你在变梦啊！但秀秀啊，我之前是安怎跟你讲的啊？是向温尊你带万万福啊出去安尼乱乱说啊？啊！我甲装到这么型的，你俩做你想啊？我是伊的某啊。你搁敢应嘴应嘴？阿母，万福即马已经结婚啊，是大人啊。总袂用讲一世人拢听老母的话，啊，外口的世界生做啥款，伊拢唔知影。一个正常的查甫人，哪会用安尼啦？你可真有理由通讲，我一定要我甲你教死一个啦！哎呦，阿母啊，莫安尼啦，阿母。阿母，较早你甲万华的生活方式是安怎？我无资格通我管。啊，不过即马，万华是我的翁，我是伊的某，我无法度接受我家己的翁婿遐尔封闭。假使讲，我若是惹你生气啊！我甲你回实的啦，啊！不过我一定尽我上大的力量来改变伊的。哎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！面对秀秀的直冲，阿宝仪的危机意识顿时而起，也开始了他对万福更加紧迫盯人的照顾方式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
万福直变的脚步竟是他远远追不上的。对于一而再再而三的状况，阿宝仪对秀秀的敌意也越来越强，最后他甚至无法忍受这个媳妇，想尽办法要将秀秀赶出郑家大门。啊，之前不是讲汇款车站我收会到，啊，今仔找五年来就叫我来收啦。我嘛唔知呢。哎呦喂啊！啊，别你起好水啦，你这心肝荡荡的查某啊，我叫你倒地啊，我连你电话面系都啊，我。什么呀？哎呦，阿妹啊，你来了真多，阿婆，我的心肝不平不平啦，哎呦，我的巴肚。好啊。啊！你巴肚痛，紧叫医生看啦！你搁咧找啥啦？嗯啦，我吼一定要甲找出来啦！找出伊要害我的证据啦！啊无吼，恁大家拢认为讲我咧欺负伊。好，就是这啦！你讲啥物话通讲啊？真正毋是我藏的啦，我嘛毋知影啥物会有农药，真正毋是我啦。是啦，头家娘，无的确吼是你误会小奶奶啊啦。是啦，我嘛相信讲秀秀袂安尼做。阿婆啊，啊你既然巴肚痛，嘛赶紧叫医生看。我唔啦，好啦，我会用顺意伊啦，我就死予伊看啦。安尼你唔着爱相信我啊？阿婆，我真正无啦，我真正无啦。傻伯啊，咱代志都已经拢清清楚楚啊，你也唔相信？这查某心肝戆荡啦，想的甲做完全拢无共款啦。只要恁若认同哦，唔免等办好转来哦，即阵就应该赶出去啊，叫伊永远拢莫转来啊啦。你讲，哎，伯公你也伫遮哦？哎、欸，阿母啊，拄好下班经过药房哦，啊药房的头仔讲你昨下去买农药啦，啊伊爱白查你钱，你人就走去啊，伊就叫我家己摕转来给你啦，喏，你的钱啦。哎，啊，想问什么代志是无？阿婆啊，你实在有够够滚笑呢！啊你，秀秀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伊吐到安尼吼，一定是有心啊啦！有心啊哦，紧嘞，紧落体嘞，慢吼，紧去找医生来。好好好，紧来，用尽心机想赶走秀秀的阿宝仪，这下可真是失算了。医生来诊断后确定秀秀怀孕，这下子秀秀在郑家的地位立刻攀升，当然也暂时缓冲了她和婆婆阿宝仪之间的直冲。然而一直埋藏在两人之间的火苗始终未曾熄灭，星星之火即将迅速蔓延。让我分房睡，为什么？当然是为着我的金孙啦。拄则你无听医生在讲，这有心的操皮上危险，我当然是爱好好注意一下。阿母啊，就算讲是安尼，嘛免分房睡啊。这就爱怪你家己啦哈，这尼啊歹睏片，我是烦恼讲，万不能你分一个心占着秀秀的巴肚，啊，我的金孙是要安怎啊？你做你放心啦。看在我金孙的份上哦，搁未超过去找伊麻烦啊！想知你心内搁咧想啥？秀秀啊，你着讲讲几句啦！我无想要甲你一句来一句去啦，无切我的嘴啊嘴！非得吼，你啥拢免讲啦，你人阿婆就是爱分房啦！秀秀，秀秀，秀秀！哼，恁个小白！等你囡仔生落来哦，你就再死。啊！今天眠床哪会这么重啦？睏拢睏袂去。不管，我要回去甲万豪做伙睏。虽然阿母是自你细汉，看你甲大汉，一
阵是娶某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的某跟你并无适配啊。你敢知影？你跟你那爸女爱怎讲？我绝对袂当让恁老人来听说咱两个。在你的生命中，永远就敢若有阿母一个查某人。袂记啥？阿母，嗯、我即马总算是知影啦。自我入门了后，你就看我袂顺眼啦。我听出是讲，我倒位了做唔对，让你无欢喜。结果，根本是你心理变态。你是拍个查某？你是在讲啥？哎呦，秀秀啊，你哪会用安尼跟阿母讲话啦？万福，你敢知影？阿母趁你睏去的时阵，对你做啥物袂见笑的代志？啊，阿母，你跟我袂讲，我都唔帮你说。上乌白来吼，家己心内有数啦。万福，阿母趁你睏去的时阵，对你脚来手来呢？佮佮你当作是家己红婿共款，佮你乌白蒙啦。阿母，你莫乌白讲啦。万福啊，你唔通听迄个查某了乌白讲啦，我是咧替你嫁配呢。阿母啊，我知影自细汉你就足听话的啦。不过吼，我自娶某以后才知影，母囝爱保持母囝的关系，所以吼，以后你对我的关心，敢会当莫收超过啊？这是万福第一次对阿宝仪表明出自己最直接的拒绝。只是这样的解释，阿宝仪不但听不进耳，反而将一切过错都推到秀秀身上。经过这一晚，阿宝仪对秀秀的恨意更深了，他誓言一定要好好痛整这个给他难堪的媳妇秀秀。隔天，阿宝仪故意拿出一堆木材行的烂账给秀秀整理，想要借故刁难。没想到会计出身的秀秀反而从账中揪出阿宝仪的诸多缺点，甚至还指导阿宝仪要如何管理账务，反而讲得阿宝仪当场无地自容。你看啦，这是咱无财害财不报表啦，进货成本啊，包括运费、工钱，算算的，咱去年应该是赚钱的呢。结果啊，都是你小乌白算啦，还佫算唔着折扣。结果咱无在行了，要五十几万呢。你唔免伫遐当作你会晓算，几个晓晓得，你遐假内行。啊，无你家己来算看卖啦。我都唔相信你外口母啦。阿母啊，阿母，你莫佫惊啊啦。若唔是你吼，为着要省一寡钱，咱的无在吼，才袂损失愈来愈大嘞。即马已经算是真棒啊啦！搁再安尼落去吼，我敢保证，唔免三年，咱无在吼，得关门串户啊！你这破个查某，是倒一个做人幸福的人，你就趁家己事业啊！你真正是欠教死啊！阿母，阿母，你是咧创啥啦？阿母，你搞啥咪咪啊啦？你真正是我看过大家内底吼上无巴顿的啦，上面有人都要甲人拍。我也无要跟你比啊，是你硬要跟我算的啊！伊竟然会跟我洗面哦，这个会我哪会倒吞吞？我跟你讲死来算啦！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！你跟你讲死啦！阿母，你是真假啦？哪里有？阿母！阿母！阿母！秀秀，你搬怎无哈？秀秀，我搬到。你也搬到。你也搬到安怎啊？秀秀，阿母啊！啊，秀秀，秀秀！医生啊，阮某安怎无？我的囡仔。放心啦，虽然哦差一点仔漏体哦，啊，不过总算把囡仔抱落来。啊，不过你爱会记。从即马开始哦，你都要好好注意个状况啦。卡输若是还佫有后摆哦，我都唔敢保证啦。是啦是啦，我一定会好好注意啦。多谢医生呢。袂用个，小小甲阿母个冲突愈来愈严重，佫继续安尼落去，伊两个一定会佫发生甚物代志。我袂用佫点点唔管啦。
真水哦，一间庙哦，这么的庄严，起到这么的大景哦。阿婆啊，你有介意无？有啦，我好介意这所在啦。他说哦，你那是当当礼拜拢带阿母来这所在哦，阿母嘛较会清心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安心啊啦。阿婆啊，我应该才注意讲好啊啦。后礼拜找一天哦，你就当不来这住啦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别把我赶出去。我唔是这个意思，你卖误会啦。我是想讲这几年来，阿母你为着厝内底，为着无财行受忝嘛，所以才会替你安排一个会当让你清心向好的所在啊。别讲个这好听啦。讲到尾啊，你还是要把我赶出去对无啦？阿母，我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好啊。我想哦，你一定是精神压力上大啦，所以这阵啊，才会做出这么多失常的代志。较早你唔是安尼呢？今嘛我已经结婚啦，过不外久就要做老爸啊，我嘛应该哦如何做好定啊？我不会听啦，厉害，哪有好心把老母赶出去的理由啦？都是你啦！你这比查某奶这么卑鄙啊！你这么破格啊！都是你啊！都是你西龙万虎，万虎这个骗款啊！你不阿母啊！我什么拢无讲，你是安怎大家拢要针对我啦？阿母啊，骗的人是你，该恁一个人嘛是你啊！阿母啊，我真正希望大家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，我那阵嘛是为着你好啊，希望你会当接受我的好心啦、啊，好不？是来叫我吃饭，是不是你不好来？我才无你想的这么无聊啦！伊去台北开会啊，明仔载才会回来啊。你若是无想要吃饭，我甲你勉强。过度的背弓，赶紧将服毒自杀的秀秀送医，但由于秀秀体内留有大量的农药，中毒过深，最后宣告不治。警方前来调查此案，根据阿宝仪的供词，说明当时媳妇陈秀秀因为跟他发生争执，情绪失控而自杀。背弓的目击更成为阿宝仪最有力的人证，因此整个案情趋向自杀。原本以为郑家香火有人传承，没想到却一尸两命，郑家上下哀痛莫名。但最悲痛的
莫过于等待新生命降临的万福。你嘛莫安尼，暗讲话，暗出声，阿母看了足烦恼的呢。我知你的心肝内哦，一直唔相信讲，小小伊是为着啥物自杀，但阿母嘛唔相信啊。阿若讲到这小小吼，伊的性格实在是太倔强的啦。啊，这一切已经过后，恁爸公拢看甲清清楚楚啦。阿达连建成吼，嘛讲伊是自杀的呀。就算讲小小真正去自杀，我是叫你逼死的。是啦，我是你啦，这一切都是阿母的不对啦。阿母若是要甲秀秀冤家，伊都袂去吃农药自杀的。啊，但是嘛，连我的金孙哦都对伊去了。啊，你看我都惨吧？我若吃你的意思哦，去大礼庙的啦。你看你都甲破掉的啦。小小已经死了，厝内嘛无人甲你冤家啊，无在行嘛袂当无人去顾，你就留落来。阿宝仪为了稳住他和万福的关系，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，得偿所愿留了下来。但万福却因为沉浸在丧妻的痛苦中，与阿宝仪的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冰冷。阿宝仪虽然难过，却深信母子连心，万福迟早会醒悟。然而横梗在母子间的最大阻碍即将再次出现，大乱一切。在你边啊，敢有徛人伫咧？无啊，无。哦。敢系我家己看唔到？是的啦，我不是超过的，啊，就一时手滚哦，啊，唔则的。我问你，赵家敢家你一个人？头家娘啊，就干那我一个人尔。我最近到底是安怎？那天哪里看唔到？这馒头真咸嘞！你家那里有人放个这大事？馒头啦，啊馒头无你放紧，太阴到也无乖啦。是你的臂膀，哼！我即马就把你相片摕去烧掉，把你所有物件拢摕去烧掉。
母啊，你是在创啥啦？阿母啊，小小已经死啊，为什么连死你都不爱放伊煞嘞？伊让你滚啦，我袂想要烧啦。哎呦，阿母啊，小小已经无伫啦，我拜托你看恁一下好无啦？是，吴国善一定放伊煞，我有看到伊啦，我无法度。哎呀！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你有法无啦？阿母啊，阿母啊！医生啊，阮阿母有代志无？恁阿母的外省是袂要紧，不过我听你讲，恁阿母定会看恁某的鬼魂，我认为这是伊操劳过多，所以才会产生这个幻想。哦，欸，啊，即摆是变安怎嘞？阮去观察看卖，上重要是伊还心情保持快乐，莫受个刺激。哦，这我知影啦，多谢你。办好啊！办好啊！阿母，我伫遮啦。办好啊！你莫甲阿母生气，好无？阿母，失礼啦，甲你送一个，害你弄昏去。你即摆感觉安怎？阿母袂要紧啦，但都是你啦，你的心肝内一直会挂念死去的秀秀，阿母实在是足烦恼的啦。身体拢拍歹去啊！你啊，世人无感觉啦。阿母是活着的人，阿母实在是看了足唔甘的啦。阿母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拢是我唔好啦。为今嘛开始吼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阿母，咱以后就莫去想笑笑啊，就和咱母阿囝好好过日子啦，吼。安尼是上好的，安尼当然嘛好。阿宝一阵一晕，让万福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绪，使得陷入冰冷的母子关系趋于缓和。出院后，母子俩的互动又渐渐恢复到以往。这天，贝公来访，提出希望万福再婚的要求，阿宝仪肝火大动。和贝公争执，最后在万福的婉拒下，纷争才告落幕。万福断然拒绝贝公再婚的要求，让阿宝仪自认为自己在万福心中的地位又恢复以往的无可取代。然而一个料想不到的突发状况，即将让阿宝仪措手不及，不知如何招架。小小啊，那水无够烧，你唔够。秀秀，秀秀，秀秀，办好啊！阿母啊，你哪来家了？你不是已经跟阿母约束过啊？无要搁想秀秀，阿母已经做甲够啊！你那个个人体一个无情无义的查某人，你会艰苦。你在相信吗？阿母啊，你莫安尼讲笑笑好无啦？好啦，莫阁讲啊啦。阿母希望咱会当甲较早同款，母阿囝相依为命。阿母会保护你一世人。阿母啊，我已经不是啥物拢唔办啊，迄个办法啊，嘛无可能一世人陪在你的身躯边啊。阿叔若是会当，安尼永远甲你生活到底，阿母就已经真满足了。阿母，阿母啊，你先创啥啦？秀秀，秀秀，无啊，秀秀你对啊。啊，秀秀，别走，别走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别走。阿母，你赶快，出来！秀秀回来，秀秀回来，拄仔伫葫芦顶，徛伫后边，还佫甲我叫手，我会当肯定讲，伊有回来，伊回来啊啦！好啊，你讲秀秀回来啊，啊伊人呢？拄只见面就伫遮。阿
母啊，医生就是讲哦，你是受忝啊，才去乌白想啦。你伫讲笑笑转来，笑笑转来啊，你就莫为笑笑代志伫咧烦恼好无？紧去好困啦，吼。对，我伫乌白想。嘿啦，乌白想啦，紧去好困啦。我是伫乌白想啊。好，紧去呢。即阵，阿后也搁咧想，想想，你到底想要折磨阮阿后，折磨到什么程度？阿后啊，莫搁想啊，有阿母陪你咧身躯边。唱歌给你听，啊！你讲是哪里对啊？啊啊！不是，我看不着，我搁看不着。阿母啊，你莫家己吓惊家己好无啦？阿母啊！我不相信，你是假的，你是我没想的。你真正把我骗去了呢？其实我没死啊。对，你已经死啊，是我今仔就看你落葬的。我若是无安尼做，这出戏是要哪办落啊？其实。是我甲万福联合起来要骗你的啦，讲我已经死了，希望讲你会当为你所做过的代志感觉忏悔。啊，不过想袂到，你同款执迷不悟呢。我若是想着讲，你边有毒药甲我灌好死，当初就应该报警，互你去用两去关关到西沙堡啦。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你走了。哎呦！我都已经讲了这么明啊，你还不爱相信我？好啦，这是佛堂，假使讲我真正是鬼，我要哪入来这？你这心机这么重的查某，你竟然会设计我？我今晚就给你打死啊！这是佛堂哦，你千万唔通去开动手。我这阵就要代替菩萨，难道你看安怎行正道啦？你！哎阿雄啊，我查某买的准钞偌济啊？好。阿母。安怎啦？什么代志？我来带你去看医生啦。阿母，你是去看尿鬼哦？医生哪会这歹看？
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，阿母啊？哎呦，你小时安怎管你的啦？哎呦，够了钱啊！我唔是有甲你讲过啊？你哪用敢安尼无啥啥啦？你到底是白是唔白啦？阿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阿母啊，你放起来！阿母啊，你是在创啥啦？爸，小小，小小，你这，你就敢在边嘞？阿母啊，你是在后边讲啥啦？阿母，你莫搁再生病啊啦！来，我搁教你一解，看要安怎去，哈，来。你敢骗你啊？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！快小小，小小你啊，快！无啦，我去抓人。阿母啊，小小你啊，你慢着。阿母啊！你快来，快收收起来，阿母！快点，快点，阿母啊！你快点，快点，你快收收起来，阿母！起来，阿母啊！我哪有啊？阿母啊！我都有看到。阿母啊！我一定要收。你妈呀，你啦！阿母啊！你哪会骗我啦？你快进来啦！我真叫一定要我。你老婆穿快新，你快不？你老婆穿快新啦！进去，进去，进去啦！收收，阿母！笑呀，笑呀，笑呀，笑呀！我话头叫你吼，即个可能去卡到阴谋，吼，看医生恐惊无效，我看还是找师公来坐坐，较保险。妙。阿大仔，敢有啥物问题？稍等一下，我去看卖。我才看恁到底是咧变啥吧。大家拢把你当作是痟的，过安尼的生活，你敢会感觉真痛苦？你讲啥子啊？凭啥你去痟？你叫你去痟啦！你痟的啊！你痟的啊！阿大仔啊，阮阿母吼，即款镜头已经有一阵仔啦，伊一直讲吼，我迄个死去的宝一直无走呢。你看这到底出啥物问题是哦？奇怪，恁家我那厝前厝后，甲顺来顺去，这病嘛无怨你。啊，这边嘛无，恁老母的身躯顶嘛无什么反应。你是在讲什么啊？小小无死，你是来恶叫我，要看我的报应的。哈、啊，你嘛知影有报应哦？那安尼，你来搁敢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代志哈？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？你是在后面讲啥？我听无，我听无啦。老母啊！这小小确实已经是死了啦，死亡证明书顶头要写到清清楚楚啊！你别在遐半夜啦，我知影啦，这是你最后一招啦，你是要把我病气消，再把我送到小病院，啊，再把我带出去对无？你跟这臭同事同款啦，你来骗我，你拢给我出去，出去，阿母啊，出去，出去啦，阿老师啊，死嘞啦，阮阿母哦最近情绪较歹控制啦，不要紧。关系恁太太的亡灵吼，我甲你挂保证，伊100%吼，保伫个这间厝内底。也毋过恁老母吼，唉，神仙难救啊！啊，神仙难救哦，啊，毋就是讲老母无救啊？但你是讲个道理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赶紧甲恁老母传去看心理医生，伊个病真重，要爱紧治疗。啊，老母吼，伊有自残的行为，到时阵哦，就足危险。啊！不过，阮老母就一直讲伊无病，无愿意去看医生啊。伊无爱去看医生，你袂用去叫医生来甲看心。唉，都是你咧使人，我甲万好感情啊！万好，伊这离我愈来愈远啦。你还是头壳袂清楚呢？你俩准讲甲万好绑伫咧身躯边，安尼就用的哦。万好伊毋是插头呢，伊嘛有感觉，嘛有家己的想法啦。唔是你叫伊做啥，伊就做啥啦。搁安尼继续落去吼，伊只有愈想要离开你啦。你讲袂使。其实是你对达哥的感情去转到万豪的身上。你我都忍受讲，你甲万豪之间有第三者的出现。第三者若出现，你一定要甲除掉。就亲像当初你害死阿兰共。你后边讲，阿婆。阿伦，敢会阁我看唔到？
你不是你三十年前就已经死了？三十年前，你为着要嫁给我未来翁婿戴金城，既然把我设计陷害我，还把我送到山坎，好加在我命大无死。敢讲这件代志，你全部拢袂记得是？你就是伊的心虚，所以嫁入来戴家了后，你就开始吃菜拜佛。你廖准讲，安尼就会当减轻你心内底不安。啊，不过可惜啦，天公伯哦，是会保庇歹人的啦。你一定搁咧骗我！代志已经过三十年啊，假使阿兰若是无死，即阵嘛应该四十八岁啊，哪有可能搁遮少年？你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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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对我！别对我！别对我！这是你自己做得来，现在你已经迷路了。你到现在还说不肯面对现实，跟你说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我会跟你怎么说我毒药要把我害死的过程清清楚楚都说给警察听。你让我说，我不能让你说，我该担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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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担心医生啊，恁阿母的皮包下伤，歇睏几工也就好。不过我较烦恼的是伊的精神状况。阿公阿母的病有啊严重啊！恁阿母的行为无正常，真可能是因为以前做亏心事，心肝头的未安定，甲惊吓，一直积在身躯底，年久月深，变到讲伊正卖乱想，伊会幻想讲迄一挂伊以前捌害过的人，倒来找伊讨命。简单讲，这就是咱一般人咧讲的心魔。医生啊，刷来，我应该安怎做啊？我会给恁阿母送去疗养院，要有专家的医疗，甲专人，顶好照顾恁阿母。你讲啥话？你哪边怪我？阿母啊！你怎哪边搞崩溃？怎哪边搞崩溃？阿母啊！你莫遐尼激动啦，有拄体好伤，会阁离开啦。阿母。白浩，阿浩的先生，阿母问你什么状态？咱当真生活，咱等下当真生活。阿母啊！阿母啊！去疗养院嘛是为了要医好你的病啊！我袂去！医生啊，进来啊！医生啊，进来了！你可能来一段时间啦，紧甲你的病医好，安尼咱母仔仔以后才会当好好过日子啊！啊！小秀，小秀，阿妈，你在哪里啊？阿母啊，遐无人啦！你别骗我！医生啊，护士小姐，你别骗我！我要甲担心，我要甲担心，我要甲担心！好啦，我要担心，我要担心！李丽芳，李丽芳，李丽芳。
去。你林爸，你哪边要吃啦？出来啦！我无爱啦！出来，无爱啦！加油啊！什么无爱？多谢你呢。伊叫你找你啦，进来啦！我鬼耶！啊，你弄阿母啊，阿母，蛮好啊，你来啊！哎呀，啊，我是当时会当回去咱厝里啦。阿母啊，等医生把你的病医好，咱就会当回去啊啦。你现在讲讲的，但我不管是我若想要回去，我就会回去啦。我的病已经好啊，啊你若不信吼，你问伊呐，秀秀啊，你讲我是不是已经好啊？你是唔通认为讲吼，当初我亏欠恁真多呢，啊有当时吼，你嘛落来小检讨的，家己小想看卖者啥？啊我只是叫恁甲我斗三工，算看拢总几个人。连这点啊小块代志，你都不爱跟我斗三工，啊，真害哦你啦！不是不爱跟你斗三工啦，是该安尼做，顶多去害着你呀、啊。你哦，家这阵搁跟我一句来一句去啦，啊，刷去刷刷去啦！若要叫恁家跟我斗三工吼，我归去拜托我家己啦。阿母啊，蛮好啊，紧的，带阿母来等。阿母能够继续跟这人斗阵吼，我早晚我会起笑，我会起笑。你是笑的，当然嘛留在家啊。对啊，我袂见的，恁这拢笑的。阿母啊，我带你行行呀。好，行行行行，我袂插你啦。笑。